真正艰苦，我感觉甘爹根本就是天公伯仔，伊袂有代志的吼。我认为，我对的太多，无做唔对的所在，伊歹听我的苦卡，坚持要行到今日路，甚至想要安尼的性命，我甲伊一世人，命甲结婚，我算是无缘了。 也毋过，你要做清楚的，干爹心肝内上较注重的人就是你。伊嘛要亲嘴甲咱相认过，是安怎伊要遮尔打拼甲全拢拯救掉嘞？迄是因为陈东俊是唯一一个还阁愿意留伫伊身躯边的后生，所以干爹一直做怨叹的，不管伊安怎讲。 咱两个都是一直唔肯放落两过的婚姻，我嘛是伊后生啊！我知影最近因为陈东俊的代志，伊烦恼个要死。最后，陈东俊有警察抓走，迄天我看伊的背影，伊过来叫我放弃。 你讲这样，你若是来，我想要这样就唔甘诶。袂啦，小雨，其实大家一直拢知影你做关心伊。你讲，你讲情绪上容易登好伊诶时阵，你离开以后，伊坐人坐客厅，抱着伊个。 抱着迄个摊啊，就看出怀疑的。我真正足久无看到伊安尼啊！伊会安尼啊，毋是因为还袂到即个后生，精神好好啊。伊也毋是毋知影，伊的个性无认输的呢。我相信伊嘛希望伊通经过一关啊，你也得有信心啦。 手术了，真顺利，人已经无性命危险啊！啊，只是讲吼，伊对遐尼关的所在是上大个，伊拢在头家，啊，毕竟已经无回来啦。回信带伊啊继续观察两天啊，啊，等伊真济过来，啊，才真正是脱离危险。啊，等下就转过恢复室啊，恁就会当过去甲看。 对袂严格，我拢感觉我甲你无亲，所以我就要问讲，主动牵你的手，我就要知影，我来牵你的手，不是遮尔困难的代志，爸。 你敢知影？我伫那阵讲，这五年来，我对你已经无感情啊，已经参无到水无流啊。迄日讲，我亲目睭，我看你杀落去，我的心足疼足疼的。我就知影，我就知影我后悔啊，爸，因为。 我阁有足侪话，还袂甲你讲，我无希望咱爸仔关系比较危险。所以爸，我拜托你，你今仔日试起，你着好好活咧。
阿伯子，以后看到你，我袂阁闪避你啊，我嘛袂甲我硬要。干爹，你听到小雨这样要紧你，你今麦是心内偷偷咧笑对无？其实我对你嘛同款，我真正唔知是要爱你，还是要怨恨你。我看见你，甲我强勇大汉，我一个家，我有小雨、甲咪姑这两个兄哥，我伫个囡仔时代有人陪伴，袂感觉孤单。也不过你所对我做出遐尼多，做大个，位置都已经过去啊。今麦我唔呾找回来，我其实爸母身躯边还佮有家风，佮小雨伫咧陪伴我、保护我，我今麦真正做幸福。我做完就的，所以干爹，我嘛希望你能光阴精神，所谓万万万万红啊，那重新个开始啊无？我希望你会当重新找到个属于你的亲情个归宿，我嘛希望咱的人生。都莫有遗憾，好不？丹东兄，过去，你总是人真正只死命，为了求财结气，拼死拼死。结果嘞，你即马倒伫只袂顶袂当，谁来看你？你的舅来看你啊无？嘛是你这让你上海过家的时势，因一只陪你。我知影，我知你有听东俊，我知你对伊有尽心尽力啊。我袂阁怪你啊，你用的。啊！你若是想要吃我煮的饭，你就紧起来啦！我专工煮给你吃，绝对袂甲你剩。我甲你保证，啊！你有够商业无？家宝，咱东西今晚怎么安装？伤到脑部啊，敢袂当清醒，还先观察伊受伤的状况是安怎？放心啦，但你爸爸哦，伊这个人足多强的，伊在康城哦，大家看伊即摆安尼啦，尤其我即摆拢在家，伊即摆天气足着急的。靠不住哦，今麦叫你跳起来，太忠心，有看到阿无？今麦点点徛伫你病床边的人，都是你过去用尽心机要共伤害的人，结果你一倒落，大家拢放下温暖，不管让你伤到偌深，拢走来看你。以前我较在乡。不应该来这，毕竟你对起对阮的伤害，是永远无法度弥补，也够复原的。也毋过我咧想，阮安静来遐滴，一定嘛希望我甲蔡兴也当放下。是的，这
我嘛因为过去的种种，选择来躲避啊。啊，不过我即摆选择重新来面对，选择跟我上爱的亲人做伙向前行。重新啊，我希望你会当跟我同款。等你醒过来以后，莫阁甲你家己袂得过啊！从过去迄个充满温暖的当中，幸福啊！我相信你的心内会当轻松真济。在我印象中哦，咱家少爷是一个真正的行路有方的人，讲也听讲哦。伊为着要恢复陈家的兴旺，也是真打拼。这是表示讲哦，伊毋是一个简单向命运认输的人，大家对伊啊，要有信心啦。难搞的都，我好笑。看起来离婚未中啊，我家己的心无咧镇静啊。唉，拢是死过一摆的人啊，我遐尔多强啊，无怪吼你会愈老愈孤单啦。哎，我会记当年恁两个人磕头是不作伙。可比亲兄弟，后来因为一场误会，母家哦两败俱伤，真正是命运创敌人啊！江总裁，想不到你还会记得当年的代志。你别安尼啦，安尼哦，就结婚啦，我就没关系啊。你应该袂袂记，阿爸叫我啦。我哪有可能袂记得啦？个，你起码甲过去拢无同款啦。以前你啥物拢无，阿姆过你起码啥物拢有，我歹势安尼甲你叫。哎，大家拢老朋友啊，哦，还叫我结婚啊？大家拢叫我中年好啊。听起来较亲切，较袂催婚啦。想要亲切哦，唔通干那用讲的啦。啊，若有闲哦，来我厝内坐坐，啊，大家啉茶开讲，讲一下过去，才会当亲近。你若袂感觉交了，我嘛袂甲你客气啦。哦，安尼好，就安尼决定哦，哦。好啦，我看，咱就先来转啦。阿母伊吼，本来就遮面子的，啊，咱个拢徛咧遮，一定唔够精神嘞，我好好休个一下。嗯，多谢大家，今日特别来看我爸，我会牢牢照顾伊，告诉任何消息，我会随时跟大家通知。来宾。麦叔叔在，林爸知影你咧等伊，伊袂让你失望诶。